看到有红薯宝宝问为什么他们那个白袍可以这么白，今天呢就带大家去超市看一下他们的洗衣液有什么不同之处。去之前去喝个东西，这个音乐直接让我想起了运动会颁奖典礼。这个土耳其红茶也有奶茶，然后配巴克拉瓦和土耳其冰激凌，特别好吃。一进超市就看到这个洗黑袍的有活动，看这些都是洗黑袍专用的。哦，终于看到两个洗白袍的。这家超市不知道为什么就洗白袍的比较少，好多洗黑袍的。然后还有专门擦黑袍和白袍的湿巾。这个擦白 T 恤也很有用。